苗栗公馆有一对已经94岁的老医生请春梅，伊做医生超过60年嘞，服务当地乡亲20年来都无改变。同时，病人一同天花，无论医院，伊都会亲身去沿路看看诊。拄到生活过外老的病人，伊还登上唔同人数医药费。请春梅62年来，是得讲明年都看诊哦。连年初一也没了，接下来认识一个天农之子出身，可能苦读来做医生，同时坚持替家乡服务的小镇老医生。我想我那不是这样了，哎呀，这应该没。这病人一同天发，要求许多不卡看。高龄九十岁的请春梅先生同其个助手兼护士，就爱严时过去。日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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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请春梅先生安尼到平阳福卡做外景的服务，已经60万元嘞。体检同苗栗公馆复训，几个乡亲拢要。对当地行通唔理偏个老人家，也系偏远地区个平阳来讲，上撇交通上个问题。伊都顾个了个乡民个自然样个，哈嘛东西都到来。啊，就下周末挨个打电话去，来上安看啊。看佢有時間冇，要講佢下嚟，冇辦法唔來，佢就應嚟看嚟。一下喺以前哦，交通又冇全部等等，我依家天天都去做農業哦。就算你下交通較方便咧，夏秋梅還能按到10年來農強款，冇停止外勤嘅服務，也因為安尼。一同多多民众对鬼门关前来转来，有一年年初一大早，三界出到拍后个身影爱去看，其实村两个血亲，好在时差蛮内情，将同替三界身影也叫转来。买看一几年六十年蛮的，慢慢说叫那工人冇看病，一时应该专业的，阴路阴烟的。没通啊！对啊，还不流通啊！武汉平安街诊所的病人也都等请春梅。罗景凤从马来西亚做生意，前一餐胃肠无受伤，他当天一切已唔好。春梅今天将来签给请新的国界罗医生。其实马来西亚的太前一转了，从马来西亚发烧10公里。十多天，叫做阴阳中，我说前日就喊三叔，只有三叔九十班，他个感情，我其他的平安的，你莫叫你莫碰到那种就不了解，从来也被后面莫好做那三民族话免疫皮肤个呀。老掉片个片人，差不多拢会试试分车出门看到台，眼睛就会车先生亲人啦，看片当常识，跟对车先生完全信服。他的用药的效果啊，哈，比一般的用的语言的用药啊，哈，效果较好。
所以，我过来了比看那样啦。还没吃这方的粉，这样子看到台。系啊，从四年多呀，就一直多呀的看那样。系啦，有主要有爱用伤风感冒啦哈，一些小疾病那些都会过来了。哇，看到台动了也就安尼爱看啊，就他们多五台啊，三四台先多啊，叫人看见啦吼，有。什么期待的那个集中营啊？搞这样，我可能人，我可能人家就回班了呢。谢秋梅同苗栗公馆抗疫已经超过二甲子，大家先庆福同千泽光道街，就会给唔少艰苦平人街二约会。去看到就我靠，三团就冇合适啦，更感觉我哋那讲我哋那钱，冇还明天就冇事，很多很宽平而已啊，照样冇去。就要没有提示了。夏楚梅讲，种盐种下蔬菜，大家生活拢较艰苦，所以伊种菜拢系唔是钱夫妇，又还有根本无技术，所以伊约会时候要拿钱无，佢也唔记得。多多少少要拿来就拿，冇拿来就冇用咯。佢都个人看二咪个，个人都唔得，你那个唔是提过去拖钱咯。基本上有人做就假啦，比如说。只要存多钱，做大几都只行啊，冇钱都搬咯。做大几搬过去同个工人嚟。一般咧贫苦家庭啊，吼，他都没有收费啦。但是现在的医生有这种医德的、啊、也不多了啦，冇多诶，有嘿啦。哎呦，这他的医德蛮那个的，在这边也五六十年了。也两月份啦。两月份哈，杨老师啊，其实是报班的，报班师的哈。冇返钱啦。冇返钱是吼。哎呀，好，啊，就这样，好。请出门是天龙的声音，十六岁国小毕业了后，到医院做手术，健康健三门特殊，考到医生执照同抗药证书，康复前几间月，请出门本人调到家乡服务，了后就一起到公馆抗疫，希望为偏远地区经济状况较无好嘅民众，尽一份心力，为贴片照顾艰苦人家，同其嘅成长经历有动态嘅关系。马普。我平嘅一下年唔是喊二百以上，冇钱啊！我讲冇钱喊上以上啊！我嗰时从头都未也痛啊，从头地上啊摔到地烧都是。五十九岁年就严重嘅种掉到一喊以上都看就得意了，佢打诊断药啊，看看咧就嗰时就下诊断。请出门回去讲，需要朋友请去琼阿道台北琼阿开诊所。不过，佮除了三代乡亲，阿爸佮伊计划，更加坚定佮留托公馆的信念。我看你啊，我以前的养虾，叫做养乡下，就是带伊平时的啦。像四百元要几张，挨了都台北了，五十元现金，你说啥意见呢？你怀疑了？阿爸又冇读书，我是钢铁人咩？你天龙哦，没讲个这个单是钢铁人。我讲阿妈，如果你你上下冇医生，唔好个心理医术啦，个人去方面防骗啊你。咦，我心想哦，阿爸都冇读书，你会讲下句话，实在一感动。尽量救人，自家生活过得就好，唔是太富太贵，系请小妹做医生嘅准则，也就系佢全家嘅经验。我来就做头分开，买到我室内。就一个做行政，做行政的，行政那一块一个做特务，那就做做完后，忙到腰间，我就先搞在一起。俺实在比俺那也看俺那做，能做医生咯，莫讲就生人之母就是看眼前，不拖得钱不算，合理还可以拿。安尼苗会不通吗？安尼唔到哇。江西啤酒偏饮酒来嘞，一起来。今朝差不多无了当酒，甚至是在讲跳墙夜无歇困。我有啥有闲，我就这个看电视就搞搞么做安尼休息，我也无在当酒。再跟着做几家多投票多票人呗，就算看闲些吃饱就要从外省就吃到饱就阿不知才才过年，礼拜末就上班了。这样我很少假日，我都没有什么假日。不敢休假，因为他年纪那么大了，每天都在上班，都在看诊。那你如果休假的话，
休一天假，隔天回来我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他。年纪大了，大家还要找他看病。一般二十三、七十就爽，嗯，至少，过台就是这，过台就这爽。对啊，等于是过起来是真的。六十六年的谢秋梅还能当伊做阵强款个些，同时艺术也无起到起来。现在人家人生规划，总个想等退休了后，完全过自家想过个生活。安尼旧熟悉个谢秋梅罗先生呢，伊讲做到顺得做就退休，因为风险，就会见人生个全部。